推荐。送你。对呀。好。那这个咖啡。我突然想到一个笑话，你没发现？笑话吗？有没有听过狮子叫王？哇！好的。就这样。猪叫。超笑。那你们有听过素懒叫？太故意了吧，都是。等一下，你刚刚说什么？下流胚子啊！你觉得下流胚子？对。那你觉得他是什么？脏啊！很脏，不舒服。我跟你说，那个报道啊，我看到那个报道，你刚刚说你觉得下流的话，你会成为非常棒的主管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真的假的？你觉得什么？脏，很脏。我跟你说，你的工作是下流胚子。真的假的？啊，那。